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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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书翻开128页。我们说寄送大意第二点的要义。我想把上一节课的内容啊简单复习一下。天青菩萨这个往生论呢，全名叫做无量寿经由婆提舍愿生记。它的要点呢总共我列了15点。昨天我们学到第一点，就愿生为宗。第二点寄送大义还没有学完。愿生为宗呢，愿生为宗体现了这部往生论呢，它在我们整个净土门当中的地位，它是大乘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代表了净土法门从一般圣道法门当中呢，独立出来，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不可以简单看过。同时呢，比如说一般的在龙树菩萨的一行品当中，那么愿生呢就是含蓄的表达的。那么虽然在诸大乘经典里边都说到往生他方净土，但是这个愿生作为一个特别的宗旨啊，核心的目标独立的提出来，那还是天青菩萨的往生论啊完整的系统的说明。那么其他呢都是附带的含蓄的隐晦的，所以这样就是旁附于圣道门，净土门不能独立。而由于这部论的宣示，净土门可以说是独立出来。那同时呢，他对于我们净土门的宗旨啊，说得非常清晰，就是愿往生净土。那么这个愿生呢，它是从几方面来说明它，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寄送大意呢就展开。愿生为宗是个核心啊，寄送大意呢就把它这个核心做进一步的展发。我们说了四重。第一重呢就是天青菩萨说他自己一心归命啊，愿往生安乐国土。第二重呢说明他为什么愿往生，是以释迦牟尼佛净土三经的教导啊，真实功德之下。第三重呢就说明怎样升起这个愿生心。第四重呢来说明啊，共度众生皆往生净土。所以他这个愿生呢说的是非常的立体啊，系统全面。那么尤其是第三重如何升起愿生心，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是特别重要。因为如果这一重以后呢，他底下第四重才顺理成章，普共度众生愿生安乐国。那如果第三重没有交代清楚的话，怎么能够让众生都愿往生呢？所以第三重是说明怎样愿往生。这个怎样愿生心的发起啊，他在论长行当中说云何观，云何生信心。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说了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观察净土之德有17种。心目其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而愿生，就极乐世界啊，非常的清净庄严微妙安乐，哎呀，那我愿意往生，这是第一重。这一重呢，如果以善导大师的《观经疏》来说呢，它应该还属于观经要门啊这么一个分歧。观经要门呢，主要如果就观经的明显的层面来看，它就是观察极乐净土庄严啊，它所代表的就是光台现国，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顶上显出极乐种种的这个景象哈，让大家呢产生心目心，这个世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那么维提夫人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呢她知道这是像天青菩萨这里所说的啊，真实功德相，这是呢观察佛的净土起心目心，但是对往生的决定性，
对于往生的强缘、往生的方法仍然还没有明了，必须等待第二重。那么第二重呢，其次就观察彼佛八种功德，了知彼佛不可思议本愿力，佛德有八种啊，菩萨德有四种，净土呢有十七种。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本愿力就是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啊，以这个为根本核心，愿生称名者皆得往生，速即成佛。这是观察佛的八种功德，速满足功德大宝海啊。这样呢，一心归命彼佛之救度而愿意往生。那么到这个程度上呢，等于说他就进入了大经宏愿的这个分线，这就进一步的这样就发起了归命心。所以先是观净土，然后呢观这个主佛。净土就是目标，主佛就是方法，有目标有方法。接下来还有呢这个先生的案例，再观察菩萨四种功德，这是已经往生者所拥有的功德。已经往生的人他是这样了，形同自己往生之后的情形，哎呀，那我往生之后也像这些菩萨一样具足这四种功德，就这样心里面就非常踊跃，因而乐喜啊，欢乐啊，这个信乐，愿意呢学习随从之后而愿意往生。就有人有例子了，在前面国土是往生的处所啊，佛呢是往生的强缘，菩萨呢是往生的示范，观此三种真实功德之下，人生清净愿往生心。云何观？云何生信心？这里讲的生信心和这里的愿往生心，一心归命愿往生是一样的。此三人真实功德之下，就说我们往生的处所是清净的啊，这个目标是清净的，那么你这个愿生心呢才是清净的。比如说你再怎样的禅定，心很清净，可是如果你想升天的话，因为目标不清净，那么这样的心就不是清净愿往生心。所以我们往往说呀，我的心要清净啊，这个要有体和相。本体来说，任何凡夫众生，犹如善导大师在观经书所说的凡夫贪嗔烦恼心中，人生清净愿往生心啊，这个清净愿往生心在往生论里边叫做妙乐甚真心，那是非常微妙殊胜的。所以我们这个愿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心啊，就是最宝贵的摩尼宝珠一样的心，就是大菩提心，就是清净愿往生心，没有比这更清净的，没有比这更殊胜尊贵的。如果把这个呢放到旁边，另外求念佛功夫成片啊，打坐啊，心里清净没安宁啊，这个叫做丢掉摩尼宝珠啊，拿糖吃啊。所以这里的目标清净，决定了我们的心清净的。就像坛上大师讲的，因为彼土是真实功德之相，那么观呢这个三言二十九种功德，自己也得真实功德。如果这个不是真实功德之相，那么我们也得不到。所以呢叫如实修行相应，所观的对象是真实功德，是清净，那我们所发的愿心就是清净愿往生心，也得到真实功德。第二呢就是方法清净啊，不仅目标清净，我们愿生极乐世界的方法靠阿弥陀佛的强缘。那么佛的愿力清净不清净啊，佛的名号清净不清净啊，佛的清缘净缘真上缘清净不清净啊，所以目标清净，我们的方法也清净，这样我们所产生的愿往生心清净不清净呢？那就清净了啊。所以目标虽然清净，如果方法不清净，对不起，你仍然不能清净愿往生心。比如说要门的行者，他也愿往生极乐净土啊，但是他靠自己的怎么样有漏有为的善法，靠自己的这个杂行杂修的有漏善事功德，那能达到到达无畏涅槃界吗？那他这个愿生心啊，就是有进有退，若存若无，所以他就感他自己也觉得不清净，所以专门要找清净心。哎，也感受到了。这个来讲，我们是目标清净，方法清净。第三呢，我们同伴清净，
已经愿往生的极乐净土的菩萨示现出来了。哎呦，他有四种正功德、正修形象啊，这菩萨四德，清净，常转无垢轮，跟佛一样，能够呢转无垢清净法轮啊。如果呢这三点要和观经相配对的话，国土为往生之处所呢，相当于光台现国释迦牟尼佛要门的利益；佛为往生的强援呢，相当于坐观阿弥陀佛来引的利益；菩萨为往生的示范呢，那就相当于九品往生的利益。啊，这是可以做这样的配对来理解啊。那么其中呢，观善的这个天清菩萨说一心归命，就相当于呢三星当中的啊，相当于九品当中的三星，这个完全是可以配对的，因为天清菩萨的往生论是综合三部经而开解的，所以它这之间呢必然有它内在的逻辑联系。那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菩萨德啊，相当于观经要门，那观察佛德呢，相当于大经的宏愿。我们翻过来，第四重就最后一记，我作论说偈，愿见弥陀佛，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第四重啊，是从前面三重铺垫而来的，不是一个我们一般人到最后做一个功课，然后我们啊按照仪式搞一个回向偈唱一下。它可以讲有它内在必然的逻辑关系，走到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有这句话出来。如果前面没有这句话出来，显得很突然；前面有了这句话呢，必然的会引申出来。啊，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啊，可以打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就像拉弓放箭一样。你看拉弓放箭啊，它有几个程序。首先是什么？啊，首先是瞄准呐，瞄准，瞄准了。然后怎么样？拉弓啊，然后怎么样？啪，放箭啊，擦，然后呢，中敌。这四重就是这样的。这个天清菩萨一开头来，世尊，我一心归命净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这就是瞄准，这个靶心已经准好了，安乐国。但是这个地方还没拉弓呢，当然他自己完全清楚的，还没放箭。到第二首第二重就说，我以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即总持，与佛教相应。这就拉弓了，就是你为什么愿往生，这个弓箭，这个弓的力量就拉开了。这第三重怎样愿往生心，如何发起愿往生心，他就说了三眼二十九种功德，让你这个愿生心啊，像一股箭一样啪一放，啪就直接出去了。你愿生心不发都不行，因为他放箭了，所以万箭齐发，三言二十九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每一个箭带着很大的力量，这里边根本来讲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力。好，到第四重，啪，中敌啊，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个时候他自然就讲出这句话出来，所以呢，他是有次第的。他在讲第一首偈子的时候，第一重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心，但是还不能说，含蓄，含而未发啊。世尊，我，你看。我一心归命净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它里边有就有，它就瞄准了第四重，要普劝众生去往生，但是没有理论呢，没有铺垫呢，啊，要我们讲就干巴巴的，我往生你也跟我走吧，啊，他不是，所以先呢，他第一重已经埋下了伏笔。接下来第二重，他说：“那我为什么要往生呢？我是因为啊，依据释迦牟尼佛。”净土三部经的教导，这是真实功德之相啊！这个话呢，就已经是萌芽就出来了。那就说你要得到真实功德。接下来第三层说，怎样的真实功德之相？这么好，这么长啊！净土功真实，佛真实，菩萨真实，如何如何？到第四层呢，然后呢，一把收起来。你看这样，你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所以这样你就觉得呢，整个往生论它这种逻辑关系次第清晰，脉络明了。啊，让我们呢，就是你顺着他这个走下来，你是不得不往生。如是彼佛救度，能令欲者无空过，
所以不仅我自己愿往生，也期盼一切众生呢与我同生净土。这当然是就佛的八德当中的第四 第八那种不需做住持功德来说的啊。那我们刚才呢也把它四个层次说的比较清楚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前面说了愿生记啊，这也是愿生为宗。这个愿生为宗呢展开就成为有自己愿生和共他愿生，也就是所谓的自利和利他。所以他都不，你看整个二十四首偈子他是不可能脱离愿生这两个字的。啊，最后当然是利他共他愿生，前面讲自己愿生的。那么自己愿生当中其实已经在呼唤最后这个共他愿生的。自己愿生当中说了三层，第一层就直接的表达自度啊，我一心归命愿往生。第二层呢说明为什么愿往生，我已修多罗这一首偈子。第三重呢就说明怎样发起愿生心，这就有呼唤众生跟我共同愿生的这个意涵就在里边了。怎样愿往生呢，一共有21首偈子。其中呢观国土往生处所起心目心，这有17种。观佛啊有八德往生的强缘起归命心愿往生。这是呢第二。第三呢观菩萨四德往生的示范起随学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第一这个要义的第一点愿生为宗和第二点愿记大义啊，它是很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是开合的不同啊，详略的不同。那么最后这一段是总结。天亲菩萨根据净土三经世尊的教说了知弥陀净土是第一地妙境界相，以彼佛愿力为强缘，愿往生者皆得往生，速得菩提，因而呢归命彼佛之救度，称念彼佛名号而愿生彼佛净土，并呼唤一切众生共同往生，此即愿记之大义啊，大意就是大体的大概的主要的这个意思。这段话也比较简略，它的内容呢也是很多的啊，说明了我们净土三部经，我们净土门的依据经典啊，我们净土门的目标是怎样的净土，净土的往生方法，往生的强缘，往生的设机，往生的利益啊，那么如何发起愿往生心啊，有自利有利他啊，五念门这个所有内容啊都在这里边了。好，我们下面呢第三点，第三个要点，我们有愿生为宗这一展开为呢愿记大义的四重。下面呢我们把这个24首偈子啊把它进一步的理念叫做往生论四要偈。这个灵念的方法呢我们看，先看大致我来说一下哈，它是从24首偈子呢这整个这个要点啊，这第三点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从24首愿生偈浓缩为四首，就是四要偈。那么这四要偈当中呢又突出两首偈子，就归命偈和本愿偈。归命偈就是我一心归命净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这呢主要就是天亲菩萨的行门，他自己落实修行。那么本愿偈呢主要是解门，如何能够发起愿往生心，就是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啊，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所以呢整四偈当中有归为这两偈，这两偈所谓承前启后啊，荷担前后啊，自利利他。这两偈呢又分为呢分说和合说，分开就某一首偈子来解释，最后呢把它内在的逻辑关系合为一体来说明。正是因为有观佛本愿力才能发起一心归命，所以从解门到行门，一解起行，行起解决，一旦一心归命之后呢本愿力就在之中了。所以我们善导大师的观经书说，上来虽说定散两门之意，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那么和
天亲菩萨的往生论，它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模一样的。虽说定三两门之意就是解门观佛本愿力，所以望佛本愿和观佛本愿，你看那字都差不多，观和望，望和观不都差不多吗？那最后归到一向专念，他天亲菩萨是归于一心归命，无碍光如来，完全一样。所以这样我们来读祖师的论著啊，你就会知道他这个发源头一脉相承的关系，也非常的很畅快。那我们了解这个呢，我们读起来啊就比较清晰一些。那我们来看，根据谭鸾大师往生论著，以愿计配五念门，并配通常的三分，如往生论愿生计构造表所示。翻开呢本书第三页啊，这个第三页的构造表画得很好，字啊稍微小一点。我们的书啊是很用心的啊，我们的这个校对人员、编稿人员也很用心哈，把这个表做出来，你看那非常清晰。长行呢就解释五念门，这五念门当然跟愿生计它的关系是很清晰的，通过谭鸾大师的往生论著啊，就知道它的对应关系很清楚。你看，这个构造表哈，先了解一下。二十四首偈子的构造表就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序分呢，就是前面两首偈子，第一首偈子呢就是归命序，第二首偈子是发起序。一般的菩萨造论呢，这个都有着三个部分。那么所谓归命序呢，就是他要造论，要宣扬佛法，一定要归命三宝，归命本师。那么一个呢是祈求佛的加护，因为这是一个宣扬佛法的大事，必须呢诸佛菩萨的加护证明，这归敬。发起呢就是要正式的演说他这一部论的主体内容啊，叫发起。那么以我们本论来说呢，世尊这就是归命，所以像谭鸾大师所说的所愿不轻起啊，这个所愿望的就是很殷重的祈求佛的加护。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我一心归命就礼拜门，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呢是赞叹门，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智相，如实修行相应的赞叹门。愿生安乐国呢就是作愿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以修多罗真实功德相说愿计总持于佛教相应，这是呢承上启下发起序，承上三门启下二门，等会儿我们要点里面还会详细的说明这一首偈子。那么既然有了发起序，接下来呢就直接来说明了怎样承上三门启下二门，就下面这个是观察门，就主要的内容。正宗分分为依报和正报，依报国土庄严十七种啊，正报呢佛德八种，菩萨德四种，这是属于观察门。最后呢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个呢就是回向门，也就是流通分。那我们所谓的灵念呢，第一首偈子就是一首，第二首呢承上启下这一首也是保留。所谓的灵念就是我们正宗分一共有21首偈子，把它浓缩啊，凝聚为两首偈子。哪两首呢？就是第一首清净功德，还有呢佛德当中的第八首不虚作住持功德，选取呢这两首偈子。好，我们翻过来131页啊，进一步凝念呢则成四要偈。因为这个太广泛了，我们可能掌握不了那么多，也记不得，那我们就是浓缩的，你把这四要偈掌握了就都有了。这四要偈里边就是五念门都有了啊，同时呢自利利他啊，这个都在当中。那为什么这中间的21首偈子可以浓缩为这两首偈呢？我们下面就做了说明
这不可以你随便是说的。我看到哪一个好，我看哎呀，这里面有一首好，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哎，这首我就要了，我就念这一首。那不是这样，它有它逻辑的关系啊。首尾二句含有四念门，那么这样呢，两句就保留着没有管。中间二句呢为观察门，首一句不是三念门吗？最后一句是回向门，中间二句那观察门我们就浓缩为两首偈子。本来观察门是大分为呢国土、佛、菩萨这三种，如果细别呢就有29种庄严功德。大家学往生论哈，一般要讲到这个你就要有一个条件反射一样，就是嘴巴一说三言你就要说29种，这29种净土17种，佛8种，菩萨4种，这就是条件反射，不然说到哪里你还在算数字，哎，那么三言29说什么这三言29种功德庄严根据进入愿心章之事。进入愿心章呢，我们可以看我们本书的12页，有相说，相就是前面说到观察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应之。这三种成就29种，它为什么能成就真实功德之相，能有这个这样的自利利他的作用，是因为呢阿弥陀佛的愿心庄严。愿心庄严总的来讲就是48愿。那么在本论当中呢提到所谓愿心庄严，最明显的就是不须做住持功德，观佛本愿力。所以这所有的三种庄严是因为呢佛本愿力成就，这叫进入愿心。就这样的清净之相，29种清净庄严功德，它是入入到佛的愿心庄严当中。因净则果净，就是佛的愿心清净，佛的大愿力啊，照在永劫的修行大愿业力清净，而感现的国土三言29种功德是清净的，这叫进入愿心啊。这所谓的清净是因为愿心的摄持，从愿心因净则果净啊，上坛论大师啊都有解释。因之略说入一法句故，如果这展开就29种，如果略说呢就是一法句，一法这一句，这一法句是什么呢？一法句者为清净句。这清净句指什么呢？就是指第一清净功德，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指这句话。清净句的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然后说这个清净有两种，气世间众生世间，这一个清净啊就包含了气世间和众生世间，气世间就有17种，众生世间呢佛8种，菩萨4种，所以这一个清净功德呢就包含了29种清净。同时这29种清净呢都归入阿弥陀佛的愿心庄严，归入本愿，所以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把它浓缩为这两句，不然的话呢就没有依据。所以我们再翻过来看131页，根据进入愿心章之事，此29种功德庄严一一皆摄入于观彼世界相之清净功德。观彼世界相这个话怎么叫清净功德呢？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这就叫清净功德啊。是的，三界之内皆是染物，此三界盖这个游漏凡夫流转之暗宅。所以你看坛论大师往生论注把这三界贬的是一塌糊涂，当然也没有贬呢，是真实的说三界是染物相、颠倒相、轮回相、不净相啊，种种的苦迫，这是不清净的。那么出离三界之外的那就是清净，所以三界之内无净土，出于三界之外胜过三界道。所以天津菩萨这个坛论大师又说了，是菩萨慈悲正观之所由生啊，之由生如来神力本愿之所见，胎卵失生源自高义，业系常为从此永断，
续阔之权，不待劝而弯弓，劳谦善让，其普贤而同德，胜过三界已是尽也。说超过三界，那还是说的太低了。但这个话很好，我们留着学往生论注的时候呢，再慢慢学。在我们读到这儿就点到为止啊。你看讲的前面讲三界，这三界简直是不可看呢。从240页看是说，此清净是总相啊，此二句一二第三行，佛本所以其此庄严清净功德者，见三界是虚伪相，是轮转相，是无穷相。哀哉众生，地此三界颠倒不净，欲治众生于不虚伪处，于不轮转处，于不无穷处，得毕竟安乐大清净处，是故其此清净庄严功德也。此清净不可破坏，不可污染，非如三界是污染相，是破坏相也。这些话你看读起来啊，这三界就是颠倒，就是染物，所以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这呢这一首就清净功德。这所谓的胜过三界道，不仅是第一句，这后面所有三应29种功德，每一种功德都是清净，不染物，不颠倒，不虚伪，都是胜过三界道。所以这呢就是浓缩为这一首清净之德。以及观佛本愿力之不虚作住持功德，所以呢以此二偈啊为要，总设观察门。就观察门虽然说的多，21首偈子，29种功德庄严，但是提念这2首偈子，清净功德和不虚作住持功德就够了。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轻松啊？你24首偈子不会背，就背这4首就可以了，中间21首你挪为2首不行吗？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啊，那个观佛本愿力，又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包含。你看，就是从文字上来讲，它也有2个观字，其他的都没有。这个观就在重点在这里。这2首偈子呢，为什么能够总摄？如果我们打比喻的话，这个清净功德就好像我们外边呢千草万木，水润万物，像这个水，它能够遍布在一切花草树木当中，对不对？就是虽然有329种功德，像花草树木，哎，这样这样好看，那样那样好看，但是清净就像水一样，就含润在当中的。所以它里面的共通的特性就是要有水来滋润润长。那么这29种功德呢，都有清净。那么不虚作住持功德呢，同样的就像天地万物啊，草木相融。那是靠什么呢？靠太阳的力量，太阳的力量生发它，所以万物生长靠太阳。这329种功德都靠阿弥陀佛本愿力的这个佛光照耀，哎，升起29种庄严功德，所以都不能离开的。这是一摄一切。接下来我们看这四要偈的关系哈。首一偈是天清菩萨声明自己归命。愿生，所以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我们就用了4个字，简略说归命和愿生，不能再简略了。因为归命是一个正报的对象阿弥陀佛，愿生是依报的目标极乐世界，这两个就完整了。次一偈呢，接下来2首偈子，它是根据这第一首偈子展开的，它要说明所愿生的安乐国是怎样的国土。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你愿成安乐国，这个安乐国什么样的国土啊？是胜过三界道的，是清净的。再次一偈呢，说明所归命的佛是怎样的佛。你一心归命净十方无碍光如来，这个佛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用呢？他要交代，展开就是8句，浓缩就是一首偈啊。我所归命的佛啊，是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这样我才归命啊。我所要愿生的净土是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啊，这样我才愿意往生啊。所以他这个逻辑关系是很紧密的。那么接下来这2首偈子呢，就是呢对第一首啊天清菩萨的
归命愿生期的展开。那么最后一首偈子，既然净土是这样的真实功德，胜过三界道，清净无染物，既然这尊佛是这样的本愿力不虚作，于无空过素满功德大宝海，我愿意往生，那么你们普共诸众生都跟我一起，我们共同愿往生吧。所以最后一首偈子呢就出来了。这四偈的关系是这样。我们再来看这四偈的关系，先把二十四偈缩为两偈，缩为四偈。四偈当中呢，我们重点说这两首偈子。刚才说这一段呢，就是一心归命。下面这一段呢，就说，要说这个本愿偈了。有最初一偈呢为自利，最后一偈为利他，这看得很清楚，对吧？自利利他。中间二偈呢，但和前后，正是能够自利利他之所在。你自利利他，为什么能够自利利他？是天津菩萨一喊说，我愿意归命就自利了，你们也往生就利他了。他有他的这个原理存在，能够自利利他的是靠中间这两首，就是清净功德和不虚作住持功德。虽然说是两首呢，一报摄于正报，一报功德它归于正报，所以就像昨天讲的，是山海之神乎，毛界之力乎，能神者神之耳。这个佛正报的佛就是能神者，这一报的净土种种的自利利他的功德是神之耳啊。净土呢就像毛界山海一样，以佛本愿力为根本，也就是呢天津菩萨观之彼佛有如此之本愿力，彼佛之本愿所成就的净土是如此的清净超越，所以呢他一心归命愿往生。同时也因为呢佛有如此的本愿力之故，普愿众生共同往生，显示出净土门的自利利他皆是佛力。由此可知，观佛本愿力这一首偈子正是理论且理解全论的眼目所在。就说我们菩萨度众生自利利他毫无疑问，那么自利利他的根本在这两首偈，这两首偈呢又缩为正报的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所以呢就能够理解到所谓的自利利他都归于这一首偈子。如果没有这首偈子的话，那么自利利他也谈不成，第一首偈和最后一首偈都没有来源，没有根据。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首偈子是理解全论所有往生论的眼目所在。其实我们谭论大师看得非常准，这不是我今天在这里看得准，我是没有那个眼睛啊。但是谭论大师那么看了，哎，你读下来确实是如此。我们翻过来，翻过来这个图表啊，四要记，先讲自利，再说利他。这里怎么说呢？你看自利到行门，行门后面应该配什么？就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愿生安乐国，这句话呢要配在行门后面。解门当中呢就分为两句，这个解就观佛观彼世界相和观佛本愿力，由这两个观他正确理解了佛的愿心庄严成就，然后再发起愿生心，这个属于解门。这个有这样的理解，他就说我一心归命愿生，一心归命称念阿弥陀佛无碍光如来名号，我愿生安乐国，这就成了行门啊，这解和行的关系。那么从这个图表呢就能正确的反映出来。接下来呢我们对这首偈子进一步来说明，立足于佛本愿力的高度，通卵全论，如寸飞机俯视群峰，无有障碍。即如一般视为难行道内容的奢摩他毗婆舍那等，无一不是依据于佛本愿力而成就。关于这一点我是很有一些这个感触，因为一般的人对往生论呢并看不太懂，
甚至呢，我是这样的崇拜谭论大师，我就看了《往生论注》，我也在那里胡思乱想，我觉得谭论大师是不是讲的过分了一点吧？《往生论》多少还有一点自力，怎么解释的完全就是佛力呢？其实你现在看啊，确实是说谭论大师真的是这第一流的祖师，他看整个《往生论》完全都是依据这一首偈子来看，《往生论》所有的核心这首偈子解门里面的核心就是这个观佛本愿力。如果你站在这个偈子的高度，你再来看全体的《往生论》，那像什么呢？就像坐在飞机上一样，你看你要爬山，不要说我们什么喜马拉雅山、什么泰山、黄山，不要说，就是小小敬亭山，你走进去都找不到。一看，哎呦，树也挡住了，石头也挡住了，山很高，从这里看不到那里，就进到进去就埋进去了。但如果坐飞机，你看坐在飞机上啊，底下白云飘飘，什么万里晴林一条线，算什么呢？唰就过去了，看得很清楚，底下这个河流啊、公路啊、铁路啊、水呀、水道啊，非常清晰，所以毫无障碍。那么如果你理解往生论，你没有站在佛本愿力这个高度，你根本在里边就是盲人摸象，就在里边就是还以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正确的道路呢，结果钻进一个大山洞。但是如果你站在叫俯视的立场上，站在这个飞机的高度一看，那个脉络很清晰啊，哪一条线到哪个地方，哪一条路怎么走。所以谭论大师他解释往生论完全是站在这个高度，这个高度一下就拔到佛的高度，佛本愿力，完全在这个立场上。这个希望我们大家下去自己好好体会。那么往生论里边最有南行道特色的名词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所有的人读到这个地方都以自力来解释的，都以南行道来解释，只有我们谭论大师他解释止和观，那跟别人解释完全不一样。他说止怎么叫止啊？因为佛有佛力三止，彼佛阿弥陀佛名号能止一切恶。他这个止跟别人解释完全不一样，我们讲止观你打坐一闭，哎呀，止止观，他不是的，他解释三种止啊，一个就是净土，这个佛的名号能止一切恶，净土能止一切恶。然后呢，往生净土之后呢，止小乘之心，止世间之恶，止出世的小乘这个心，直接让你大一门成就，啪就进到这个菩萨的高位境界。这个止止的大了，不是在那里小心眼的你慢慢止，那止止到什么时候？所以佛力他解释完全都是佛力三止啊。再来翻看看，要看了读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比如我们的书里边，我们看我们的圣教集286-287页，你看这个坐院门和观刹门，所以奢摩他毗婆舍那有止，看的眉柱的地方止和佛力三止，这些眉柱啊都是很用心的挑出来的。佛力三止呢，你看奢摩他云止者今有三义，所以谭论大师这种解释，你说一般人难怪看起来觉得他在开黄腔呢，你怎么这么解释？像我本人看起来也是，他这个解释太远了点吧。但其实你要透达下去，这就是高，高人就高在这个地方，就高在飞机上看群山，那你没办法的。非常之言不入常人之耳，非常之言不出常人之口，对不对？你常人根本就说不出来，听都听不进去。奢摩他云止者今有三义，一者一心专念阿弥陀如来，愿生彼土，此如来名号即彼国土名号，能止一切恶。说念佛法，我们说念佛的人说他造恶，那你谭论大师讲错了，那佛的名号不能止恶吗？一天念三万声佛去做小偷啊，这真是天下这个没有这回事啊，就是他能止一切恶。你不要担心，他只要经常念佛念成习惯啊，能够止恶向善。二者彼安乐土过三界道，若言一生彼国，自然止身口一恶。如果你看他这么指，有一点点从众生这边来解释吗？一点点都没有。三者阿弥陀如来正觉住持力，自然只求声闻辟支佛心。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说你想求声闻，这个不可能，
因阿弥陀佛正觉，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大义门成就，一到极乐世界你自然就发大心啊，这个成为大乘菩萨。所以止小乘，你看这个止多利，你再怎样的修止观，你自己种性不一样，那你还是可能会求阿罗汉这个果位哈。此三种止，你看从如来如实功德生，是故言欲如实修行什么他故。如果你不这样的修行止，那么你这个止是不如实修行的，坐那里一坐半个月不动没有用，是吧？所以这三种止怎么样？这是佛力三止，是佛的力量来止的，从如来如实功德所生。就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止一切恶，这个是如实功德。如果我们不念阿弥陀名号，自己在那修说，哎呀，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个功德不如实啊，就是有杂毒之善，这个是不好相比的，无法相比。我们当然鼓励这一切的善法，但是呢，更鼓励那个纯正、纯净、无漏善法，尤其从弥陀名号、如实功德所涌生出来，这呢才是顺解脱分。不然的话，三世佛愿啊，不顺解脱分，还是三界的轮回颠倒之相。下面这一段呢，来说明昙鸾大师传往生论注解释往生论，他根本上正是依据了此记。那接下来呢，就举了一些例子哈，来说明。好，我们这堂课呢到这里。